你怎么听老家？我现在跟你道别。我跟莫十八年前警方的资料，莫胜文手提箱最后就找到了。你到底在怕什么？钱吗？老师遇害前两天就是拿着张地图，在这上面三个点的，叫我开车在那边绕来绕去的。停车！莫继平他爸到底是怎么死的？立 TV 历史线上影视。